头顶不舒服啊，头顶不舒服，头顶不舒服。哦，我看到天上，有一片黑的云呢，啊，有一片黑的云，啊，有一片黑的云，啊，这个黑的云就是，外星人的飞碟在里边啊，飞碟在里边，这个飞碟是种子回补啊，种子回补啊，让人们看不见飞碟在里边啊，所以现在的那个。不是有飞碟的都形成飞碟云，有的就是没有形成飞碟云，躲在云里边啊，这个形状就不像一个飞碟，所以呢，躲在里面的人家就不知道哦，他就靠地面很近，然后指挥着处理那些经营处理那些堕胎者是这样啊，当然了，处理核物质是另外一批飞碟啊，处理核物质要的是防辐射技术类的。处理人呢是要悄无声息的进行然后像拆一个粽子一样，这边拆掉一根，那边拆掉一根然后拆的过程中呢没有见到很明显的那个坍塌，这个当然全力一点点收回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好，知道了好再见再见。